通灵，同意通灵，即是与自己的灵魂沟通，沟通的意思。通灵珠宝强调人要时刻谨记初心，不要被沿途的物质与纷扰所困，追寻内心真正想要的样子，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，遵循内心的想法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在设计上，通灵珠宝强调施法自然，雕琢内心，以大自然为师，不断修正内心，实现更深层次的设计理念。珠宝在情感的表现中尤为重要，通灵珠宝注重珠宝作为情感媒介，是否能将这份爱传递到位。对于爱情，通灵珠宝是这样说的：再名贵的宝石与金属都是冰冷的，爱人的手是温暖的。如果这一件珠宝不戴在爱人身上，它将毫无意义。